我吃了好几天泥鳅了，还有十几条，数都没了。那泥鳅很多啊。回来过年吗？嗯，年底回家，小饭。年底回家，年底到家过年，在城里面过年，农村里房子。回农在城里面过年啊，再煮一会差不多熟了，冬瓜差不多熟了，可以干活。太真啊，太真不回去啊！回去。那肯定的吧，野生泥鳅肯定好吃呀。啊，这边人不吃那河鲜。啊？什么？小狗？你要？100块钱一条？100块钱？也两个多月了。老头子不认识。我过年啊也会常常吃的啊，诚实的嘛，诚实大哥。我说100块钱他嫌贵，贵的不要，我这两个多月了啊。这么大的狗，2个多月了。这个叫富贵，这个叫来福，这个叫小那个翠花啊。100块钱怎么会贵呢？一般都市场里2-3个月的富比，那就卖200，150到200，不贵，人家嫌贵，贵的不卖，差不多可以吃了，关火了。干活，150，对，150要150，市场里要150起步，人家不卖的呀，你不要，别人会要，有的市场里面。这普通的土狗也要150，反正。下次别人问我就150，我涨价了。别人我再问150，关火，关火开吃。这个得留着晚上吃。后面是火车送你回家。辣椒，这个辣椒好吃，买的6块钱。辣椒好吃，这7块。我没关上吗？还在。还在冒烟我。罐子。10.75，咔咔。哎，大哥送个气球，河南妹妹送一个，有点顺我胃了。
跟辣椒好吃。黑鸡蛋。吃冬瓜吧，冬瓜好久没吃。好吃，怎么会少味道呢？嘎嘎香啊，色香味俱全啊。你看你就留着晚上吃吧，吃一条啊。蚝油放太多了，放完了明天就不用放了。晚上这个晚上，感谢村里大网红送的玫瑰花，晚上热想就 OK 了。还有馍馍啊，饼子，晚上吃饼。第三，煮一锅吃两顿，吃不完再给狗煮上。土上有个虫啊，没有啊。吃中饭早饭，还在啊？没有，那是土吧。昨晚吃了到现在，对啊，出发之后就啃了一个苹果，今天吃了两个苹果。出发的时候啃了一个苹果，买了10块钱苹果嘛。头上没有虫子，没有树枝吧。没有，没了，搞掉了，是树枝，不是虫子。头发少了好多，没事。鸡精吃多了。嗯。哎，感谢我诚实大哥送的大加油鸭，祝大哥发大财。请大愿心灵健康万事如意。过年能到家吗？可以到家，可以到家啊！感谢爱是一场布局，大哥送了小皇冠，祝大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发大财！感谢大哥。你流浪汉一个还吃这么好，火锅呀，火锅鱼啊，吃点稀饭啊甚好呀，又没吃大鱼大肉。
什么没什么好菜。吃吃野生的鱼，野生泥鳅啊，冬瓜，你看冬瓜。